靓仔靓女194尺嘅开放式，大家睇一睇港岛半山蜗居间房间厅都喺呢度，但系呢个设计我觉得几 OK 嘅底价，摆咗张床。我覺得大嘅可以諗辦法再設計，然後你有足夠嘅活動空間。另外個廚房咧，工作台面夠大，洗完嘢、切嘢、煮嘢一條龍。如果唔夠台面，呢度拉出嚟都係另一個台面。洗衫都好簡單，打開佢碌落去，轉轉轉咁就得啦。入門咧，你擺低啲鞋，有掛件衫，呢度都有位。如果你買多咗啲雜食咧，呢度仲有個雪櫃可以擺一啲嘢。所以洗手咧，行過隔離有個洗手盆，然後你需要沖涼。辦人生大事咧就呢度，唯一一樣嘢你肥啲就坐唔到真係，你肥啲又沖唔到涼啦。唯一嘅缺點就呢度有個露台仔，呢、這個露台仔去望翻個中環嗰個扶手電梯，呢、這個就一大特色，一大地標。呢度就個露台啦，行出嚟嘅感覺就相當良好，都唔叫面壁，佢望到啲天台啦。啲六樓嚟景觀嚟講，我覺得 OK 嘅，似呢啲單位400多萬，投資可以90蚊一尺，你覺得值唔值得投資？